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十节，耶稣说：是因你们的信心小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，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：你从这边拿到那边，他也必拿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但如果俾任何人只用一生咧，有啲人一生得十五岁，有啲人一生得好似权威咁56岁，咁就唔系个个做得到啦嘛。系有机会全人类历史当中得2、2、3、3种，系全人类历史，唔系话呢个时代，系净全人类历史。咁你谂下，哇！嗰、那个带领几疯狂，佢人生当中几多嘢要真系，简直系要，直情系成为个典范啊！一定要先得，因为是全人类最劲嗰个嘛，系咪？嗰、那个最劲唔系嗰个人自己安喺自己身上，系神安落去嘅，因为系佢颁布呢个冠冕。只要有奥运就有冠军噶啦，你唔能够话佢骄傲吓，你骄傲咁，喂，个个跑喺场上赛跑，个个都系想得冠冕噶啦，保罗自己都讲噶啦，咁咩骄傲啊？而尤其是呢个嘅赛事系神。即系摆明居马讲俾成讲听嘅嚟噶，系咪？即系如果我哋讲个信息，你得咯，仲唔系摆明居马系真系有咁嘅身份，系真系有咁嘅 calling， 系有咁样嘅带领，系咪？只不过就系话摆明居马噶啦，系真系有呢个冠军，嗰、那个唔系骄唔骄傲嘅问题，嗰、那个系事实。而事实上，而家咁睇咧，你就明白成个石安嘅历史咧，唔系由我开始教会嘅开始，系我出世嘅开始。呢、这个就系点解码头角到十三街神俾咁多印证，几疯狂！嗰、那个好疯狂喎，因为我出世嗰阵我未信主，我自己都要到18年后吓成为一条好汉嘅时候，我先至信主嘅，系咪？咁所以变咗谂翻真系好疯狂嘅，其实即系你真系细节谂啊，所有印证咧，其实我哋早期都发现啊，由我开始教开始，特别好似啊呢一个嘅 Back to the Future， 但系而家你睇到咧最大嘅大图片咧就系、是、我出世嗰日已经系预咗，因为呢个系全人类历史，唔系全香港，唔系全个世代，系全人类历史当中神跑嘅冠军人物。但你点解会喺世界最后呢？因为嗰个就系直情世界嘅开始与终结咧，根本就等呢一个冠军人马。所以如果呢个冠军人马系早1500年出世咧，或者完成咧，咁我哋冇我哋噶啦。1500年以前就系世界末日噶啦，系咪？所以变咗历史就原来一路等紧，一路等紧最难最劲嗰个。所以神就要用咁嘅方法印证我哋，去俾我哋知道我哋有我哋嘅 plan， 但我哋嘅 plan 唔系大逆不道嘅，系顺理成章啫，都比一般人劲噶啦已经吓。即系你睇下，即系一般教会点会谂到好似石安咁，样样都要有噶，样样都要做到噶，样样即系你搞掂，你讲到 OK 啦。点解哇音乐都咁劲，跟住唔止音乐咁劲，你医学都咁劲，使唔使搞到咁啊？即系人生当中所有嘢，即系娶老婆至教儿养女都石安都咁劲嘅咁样啊，社区又咁劲嘅，工作又咁劲，辅助又咁劲，使唔使咁啊？即系已经好大上头噶啦，我哋真系好大上头。对于一般教会嚟讲，亦做到我哋做到啊，系咪？但系原来我哋嘅计划。对比神嘅教，哇，都真系冇得比。所以变咗，我记得我由三岁嗰日开始，我就已经觉得我生活变咗。我变唔系变得好惨啊，而系好似点解每一日都要发梦咁咧？点解做戏先至有呢啲剧情？点解成日发生？有冇搞错？觉得有冇搞错？使乜咁啊？我哋一间小小嘅教会，使乜搞到全香港，跟住全世界？我觉得哇，即系而家讲翻，大家都知道。你谂下嗰当时，我系身在其中，我就系嗰时。成个漩涡中心，我觉得有冇搞到做戏咁？使唔使咁啊？做戏都唔使到咁戏剧性怪，使乜咁夸张啊？即系到咁嘅阶段，哇！啲配角啊，嗰啲奸角啊，个个都真系个个都交戏嘅喎。哇！嗰阵时我觉得真系，我净每一个礼拜觉得，即系第一系好惨痛啦。但系身历其境嘅时候，我觉得乜现实会咁嘅咩？嗰种感觉，乜搞搞会咁？嗰种咧完全同。所有嘅认识嘅一切嘅正常，唔好话教会啦，唔好话正常嘅教会，连正常人啦、正常生活都完全系脱节嘅啦。喺嗰阵时开始，咁而家明白点解啦？因为原因系神有佢个 plan， 但系佢将我哋去呢个咧，你真系可以话即系 Avenger 都顶唔住啊！吓、啊，即系你嗰啲叫做 superhero 都顶唔住啊！因为性格顶唔住啊嘛。你睇到，就算 superhero 都系普通人，即系有 super power 啫。我唔系有 super power 噶嘛，我喺嗰度。哇！但你嗰种恐怖嗰种嘅情况底下，原来而家就明咯，即系而家因为去到咁嘅印证咧，即系而家连印证都会做戏嘅，又即完全都超现实嘅吓、啊，即系 Avenger 而家1400万605只，完全超现实嘅已经、啊、完全都已经你即
讲到真系神话级数啦，已经咁样咁噶嘛。咁原来就话睇到，哦，原来呢条拉咧就话，原来神一手负责嘅，啊，我哋遇到嘅嘢一手负责嘅。开始嘅时候仲要唔系啊，开始石安嘅时候开始嘅时候都甚至唔系喺双水事件开始，系我出世嗰日先开始啦。吓，啊，嗰种 big picture 啦，我哋终于睇到一个。咁于是乎神话又打开我哋睇见埃及至到耶路撒冷呢个 big picture， 系咪？咁所以变咗。点解会最尾提到移山信心？系慈母古人咧，因为根本就系，亦系因为咁慈母古人，所以神系要让我哋行一条新嘅路，要用呢种嘅印证去鼓励我，鼓励唔单止我喺成间教会，因为除咗我之外，你哋都会结果子，因为我都需要你哋，啊，即系我始终系个牧师，但我需要你哋，譬如引发我问问题啦，让我服侍你哋啦，让我分享信息俾你哋啦，而你哋又鼓励我啦，又甚至系好似新约教会嘅帮助即事一样，使到。圣徒可以以祷告传道为事啦，即系所以变咗系一个整体嘅，所以变咗你哋亦因为我嘅存在，你哋有个奖赏咧，你哋撒嘅种咧，你哋种嘅田咧，个收个果子系普世每人嘅，系啊，所以变咗系相互相成啦。但系所以变咗亦系早期得我一个自己知道有啲嘢，然后即系知道神俾我个人印证，但系而家你就明白点解神除咗俾我印证之外咧，佢俾埋你哋，原因就系呢件事咧继续行去咧，我哋要整间教会。每一个都有你哋自己贡献嗰部分，而部分就会导致呢件事咧系能够成功。但系呢个成功系咩咧？就系有 champion， 有冠军人马，全人类历史最劲冠人马会诞生喺石岸度。OK， 可能未必系我啊，可能我排第二嘅咋吓，可能排第一嘅其中一只小狮子，明唔明啊？即系唔出奇噶，因为如果譬如好似按住 Jean Dixon， 仲有成十几年，由2020去到2037，如果要按住 Jean Dixon 讲，可能仲有17年。系咪？哇！小狮子好多都三十几岁、四十岁咯，系咪？即系已经小狮子变个老咯，已经系咪？咁所以变咗唔出奇噶，即系佢哋都三十几岁、四十岁咯。咁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嘅时候都系三十三岁啫嘛，系咪？所以变咗我哋而家就话，即系神系预咗我哋嘅，因为要预一样好特别嘅嘢，唔系话哦有人成为辛苦，或者有班人成为辛苦，仲有一班同类噶嘛，系咪？即系嗰班同类得嘅奖赏系因为佢服侍辛苦嘅啫，宾客同类最大分别就系。同你是服侍辛苦的，就是他们的奖赏。所以变成肯定石安呢，就算做不到辛苦的，你们着数过人地出面做平信徒的。因为你们是服侍辛苦，啊，你们是努力悭他们的时间，努力使他们能够侍奉，努力等他们预备自己去迎接主耶稣。哇，你们的奖赏是没得比的宾客。虽然呢你可能没有出面的宾客那么辛苦，他们甚至辛苦你十倍，但得个奖赏都不及得你，因为你就在辛苦隔离。即系好多嘅红雷，所以变咗系一个可以话永世好多人羡慕嘅一个身份嚟嘅，喺永恒里面都羡慕。因为就算君王祭司第嚟嘅时候，你都系按住主耶稣所讲系宾客嚟嘅啫。佢哋喺全世界其他地方扑到咁嚟，拎晒佢哋身家先唔财产嚟，佢哋都系书尊干贵都嚟，佢哋大都系宾客。但系因为你哋系近水楼台啊嘛，咁所以变咗你哋有机会所有嘅付出咧，所有嘅同心咧，所有嘅服侍咧。是因为就是你是同女，你直成就是服侍的身份，在这个婚宴之前，所以那个奖赏都没得比的，跟出面。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节，耶稣说：是因你们的信心少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，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：你从这边拿到那边，他也必拿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摘些爱片在晚空，全情闪动，星光里布如爱种，历世歌颂，情书星空回忆，爱恋轻松，救赎爱宽广无穷，像夜空。情愿若为我满夜编织美梦，良人递送爱物与伴从，历代倒影的陶瓷，时代空洞，神言藉是我渴慕珍惜贵重，期待踏进我爱恋美梦，神力世情爱，全铺写星河，心栽种。